我们从太极拳的拳来讲啊，因为对手会来打你的，不是在推手啊，他一定是隔着来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说，哎，我们两个先搭下手，有没有这种情形？人家来打你的时候，就是外面有人来打架或擂台，他不会跟你搭手的，啊。搭手是太极拳，太极拳在练那个知觉，知觉那个拳，你要去了解，了解这个拳。可是人家不会，我跟你搭手，你会跟我搭手吗？如果你是来打我的，我要跟你搭手，会怎样？就打。他是这个情形啊，啊，我要跟你搭手，你是来打人的，好吧？那这个事我会怎么样？我一搭。那我习惯搭了，那就惨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从搭手里面哈，主要就是说，你要把成就那个拳呐哈，就是打手歌里面从来没有打手歌，也没有所谓搭手的第一下，对不对？就是任他据理来打我了嘛，啊，然后你就牵呐、顶呐、落空啊。然后打完之后，你就里面有粘连连学，没有什么一来就这样的，啊，我这样我要粘连，人家来打我了，对不对？好像我还要弄个迎宾一样，那不可能的。那当我从推手里面练出那个打手的知觉哈，啊，再推一点哈，推那边，啊，要打过来的时候有一个什么上下相随人安静，那个不就不是说什么礼貌？搭手来打一拳过来，进了进不来，你告诉我，已经类似快被打了，已经是这样了，对不对？我做了一些什么？比如说你先不打过来，他一拳一定是往我头上打，我刚刚做了一个这个东西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心，还有几何重心，以及你的五行身心的调动，对不对？啊。这个是一连串的，因为他打过来，我这样，我跟你迎宾的，上往后弯，身体僵住，人家就变打了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东西那很重要，已经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当然他可能不会说那么直了，你直打你变，看怎么变，你要打我你怎么变，怎么变，这个好不好变？不好变，因为你在硬。因为第一下来，我先运第二下，这是不是空打、啊？来来啊，你怎么打上面呢、啊？我觉得很危险，不好打。你对着镜头讲大声一点。我觉得很危险，不好打。来来，等一下，等我，好不好打？好打，这好打，随时可以打。对，刚刚那个随时。刚刚可以打，那身是痒的，他第一下空起来，好不好打？我快进来吧。我快我要打人了，等一下。那如果真的是这样，我不会这样打上不服啊，这个叫试嘛。明明就是你攻我的，哎，很快打来，快了，你怎么不进来了？没在讲，我没真气。那你要不要防下？要。你朝头打，你要不要防下？要。来，再来，你防下了就上去了嘛，等一下。因为你打我，我可以闪啊，就一脚了，你就防嘛。你防了之后你不进啊，等一下你打了之后，你防了你要进啊，你要进吗？要进吗？为什么？你进的这边就挨打了，你要防下你就是不是打人啊？那你在我的范围，我就左脚完了，右脚了，左手右手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接你，我不打你了，我接你了，好不好进来？不，打嘛打嘛，你只要进到我范围，我就这，啊，这个就是牵嘛，这打完了，所以任他具体来打我，你一定要越打快，我就进。来来来来来。那你这很显然不是在打我，在防。那好，他说只是在防，不敢打。可是
在打架的时候的确也就是你那个型的，你进不来你一定是跟我对垒，那我要进去了你就退了，这真实的状况，你不打我打你了，有没有东西啊？痛不痛啊？会啊，会痛啊。你不要认为我们练软的那个脚没有力啊，劲道很大啊。你说什么劲？刚刚脚的劲道很大，还是会。那你看这个劲大不大？这个劲大不大？看起来不大，其实大。你攻过来，空了吗？要大要小是由我控，反正这个进来我就不受。你好不好进啊？不好。这个是已经是在连了，连了我就进了。那你进进看，进进看，进不来吧？这叫上下相随，人难进。所以他从来打来的时候都是隔空，而一旦连上了，进得来吗？你拿吗？拿手吗？为什么你他不要拿手？你看。你一拿手是不是就死了？这个力很大的，因为我们就保留了，对不对？我做一个很大的，你一旦拿手，那个势就是这样的东西啊！但我把它刹车了，刹车我的头皮发麻嘞，因为那个劲出去又把它收回来，所以第一要不受力其实是打人的，因为从来没有，如果我一旦受力啊。那就是外加的东西了，啊，来力量大，我这软条的，是不是有力？我怎么练太极拳会有力啊？来，再来，动过来，来你四块，我用外，我的外还是要这样子啊，可是我那个很热血的东西，感觉一下不一样了哈，好不好进？有东西也不好进啊，红军不好。那这样呢？后面是挡了，就产生膨劲了。再攻过来，哎，空接，怎么进啊？空的，这样啦，要小心、啊。我在这边晃，我就要调动哦。来不来？你防了一下就是没有，你打过来，那你就防了，对不对？我就是不退，哎，进。你在我距离里面我就打你了，但这个是比较轻的，我不能用尖尖去刺你这个。这脚快不快？快。但那个轻轻沾点不是说要去打别人，就叫沾了，沾的是，沾的是就像你看一个顿挫，加以挫之之意，失其根之断。错就是让你挫折，这有没挫折？你有没挫折？有没挫折？没有嘛。这有没挫折？你就退了，这就是加以挫折之意。你再进看有没有跟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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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没有跟的东西，这叫加以挫折之意，失其根之断。如果今天我是这个势，他一打来，我就这么弱，有一个马国宝你攻过来，你懂我意思啊？你打不打我啊？你这个是形意的八卦，如果是那个你好，如果是这样呢，要揍我了，你知道擂台上那个什么东西啊？所以第一来上下相随人难进。你为什么不进来？哎，你动一下打过来，这个就错了。再来，哎，你就不进来了。为什么不进来？被打。等一下，真的进来，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还不打人，这个是什么？沾到了，发长劲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打人，我等一下隔空打。先把你错了，进来，隔空打啊。这边有没有挡到你？如果这边有挡到的，有挡到的，是不是有挡到的？所以太极拳不能受力，有没有挡到的？来，有没有挡到的？有没有挡到的？这有没有挡到的？那你是不是要防我？因为你看跟着你走的吗？那你在我那么近，我踢你啊！这个分脚我可以用，我做慢的，
这个是用尖点啊，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还是尖点啊，你怎么挡得住？你用我，哎，这边啊，他这个绳呢，他是摆就是腰这样摆，太远了啊，我摆不到，那我就靠过去了，这个全这样挡，右边靠左边挡，你打过来，啊，加以措辞之意，哎，为什么不进来？是不是错了？再进来就膝盖了。就慢慢演示一下，是不是没碰到东西？如果你碰得到东西，我走上得去吗？膝盖上得去吗？有力量。膝盖上不去，对不对？你握拳是这边有推进，这边有打进，我上得去吗？上不去，对不对？因为要揍你，他浑身都是。来，再来，啊，是不是进来了？这边你刚好吸引你撞，这边也没有，对不对？这个已经出去了，这边没有。如果这边有呢，感觉到这个都还没沾到，偏偏你有的东西就是没有，是不是没有？是不是没有？我走不到你，我就随着瞪你。好，所以从来人家在做一个打来的，错了。哎，这个没有力，你还可以打第二拳吗？从哪打？这边不能打，你绕打，绕打，我就直打。反正第一要不受力，第二还是不受力，受力的，我要揍你，我力量也没那么大。那如果是受力呢？我必须用更大的，啊，要有千斤力，要有千斤力。可是我又没千斤力，要不我就这样。这样带四，好吧，好累啊，哈，这太极拳，是不是错了？抓到我就斩了啊，好。